天真的很开心，佩妮能够顺利过二十关。那在这边呢，也很开心，很荣幸可以替佩妮献花。那主要是佩妮让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她对于歌唱的热爱，还有坚持到底的精神。那也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因为她现在住高雄，然后每天骑摩托车一个小时的路程，然后到屏东练歌。那不管是刮风下雨，她每天都去练歌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这个很辛苦。那因为佩妮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，那主要是就妈妈陪着她，让妈妈骑摩托车带着她去屏东练歌。那真的妈妈很辛苦，真的。爸爸爱买车，爱载妈妈去我佚佗啊。真的。然后妈妈终于你的担子可以放下了，然后也替佩妮还有妈妈很开心。那也希望啊，要讲起来八级好哩。哦，好好好。二姐上来，有梦最美，做梦踏实。这个八个字献给佩妮，那也希望佩妮在未来的演艺之路可以步步高升，然后就是保持着热爱歌唱的精神，然后坚持到底。好。好我今天有听你的话，我有放松呢。放松哦。你在彩排时，我做退做紧张。对啊。因为状况。我做我会紧张。对，紧张状况不是很好。那其实那时候我听得出来佩妮很紧张。那有去后台跟佩妮就是加油打气，然后让她心情比较放松，就都要表现得慢。谢谢啦。好 ，OK。贵啊贵啊。贵啊贵啊贵啊啊！准备挑战下一个。真的。要以像怡姐说的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对对，你自己要好好加油。好，我们都会支持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真的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要回去。希望菲利要办这种惊喜奖。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去印尼出发。谢谢谢谢。哇，就是知道说站在明日之星的舞台。有远在国外印尼的歌迷朋友也在听我唱歌，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。那很感谢大家这样支持我，从第一次来明日之星来到现场为我加油，到我们约定说到我二十关也要来。那我要感谢叔叔阿姨，真的是特地专程来到现场，来到台湾为我加油。那我对自己也有个期许，希望自己以后。希望自己以后变得更棒，有机会去到印尼就是唱歌。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我们为红尘。谢谢。那我今天选的咖喱蛋表表也是要献给你们，我用歌声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咖喱蛋的蓝表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刚刚啊，佩妮就是太紧张了，有很多人要感谢的人没有讲到，那在这里呢，佩妮要特别感谢我的。佩妮家人们，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你！我今天收到这一张专辑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。这个是上次在跟大家介绍过的，每天都会固定去我部落格留言的华府人台湾星，还有 HJ Smile 先生，就是谢谢你们跨越台湾与美国的时空时差，配合彼此的时间，利用假日还有下班的时间，制作了。六首歌曲，他们自己创作的，作词作曲献给佩妮。佩妮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心意、非常贵重、无可取代的礼物。佩妮呢，希望以后我可以把这六首歌学会，有机会唱给我的佩妮家人们听。谢谢你们，而且今天我很开心哦，因为我站在台上唱歌，我看到台下的歌迷。穿着我们佩妮国际后援会的制服团 T，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一路走来，我的佩妮家人一路都支持我、陪伴我，觉得大家的感情真的好的就像一家人一样。那希望我二十关过关了，以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出来聚会，一起唱歌，佩妮就有机会可以唱这六首歌给你们听。那这张专辑。佩妮很感动，那我对自己也有个期许，说希望以后佩妮也能够发行自己的专辑，对，专辑 CD 啊，就是谢谢各位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。那今天献唱
比赛现场江蕙姐的咖喱浪屌屌，也是要献给各位对拍对佩莉长久以来的支持以及疼爱。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歌迷，我都很感谢，就是说我可以用歌声温暖大家的心。那借由这一首咖喱浪屌屌，感谢大家，因为我要咖喱党的浪屌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晚佩莉的二十关这个荣耀，我要跟你们各位分享，因为是你们支持我，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